咱们来个西游记，给大家看一下新收过来的这个腾讯极光的投影仪，这个效果音质也非常好啊，不用外接音箱什么的，它四带扬声器。快进一下看看这个反应速度啊，指哪打哪，反应速度也是非常快。目前投屏的这个尺寸差不多有100寸，因为咱们这个墙特别大，这个拍视频大家可能感觉不出来啊。返回主页看一下，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啊，一般这种品牌的投影仪稳定性包括这个使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用的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璐剪肉。咱们很长时间没有收获这个投影仪了，去年的时候收完那个风米的激光投影以后呢，陆陆续续也收过两批三批的货，但是后来收的这几批投影仪对比那个风米的激光投影的话，确实是差点效果，是吧？不太尽人意。然后最近呢，也是有几家投影仪的工厂要出货，经过咱们精挑细选，然后最终收回来一批这个腾讯极光的这个投影，因为这个性价比很高，而且稳定性包括这个亮度效果是非常好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箱贴，全部都是原箱原件的，一箱的话里面是有10台，生产日期的话全部都是2023年7月份的生产日期，这个库存时间也不是特别长，是吧？然后每一箱的话全部都是箱中箱，就是一大箱的话里面是有10台，然后10台全部都有这个独立的包装，然后这个黄色运输箱里面还有这个塑封膜的，就是彩色的包装，这个直接贴单就能走。好，我现在拆箱并且拆封了一台这个腾讯极光的投影仪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收到货啊，就是这个黄色的运输箱，非常厚实的一个箱子，然后打开以后是全部都有塑封啊，全新没有拆封的，刚才我已经拆封了。然后这个是这个腾讯极光投影仪的外包装盒，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的，一看的话这个货是非常的板正，非常整齐，是吧？然后打开这个盖子，这个就是投影仪的主体，塑工非常非常好，很精致，而且拿在手里面很有分量。咱们先放一边，然后第二层的话里面是有遥控器，包括这个说明书，大家收到货以后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一下，不过咱们实拍视频应该说的要比这个说明书还要详细。然后这个腾讯极光的投影仪呢是有内置电池的，里面是内置了4000毫安的电池，咱们在户外也能使用。看一下其他的东西，还有这个蓝牙的遥控器，这个遥控器也是支持语音识别的，就是咱们想看什么电影可以直接对这个遥控器说话，它就能识别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器，这个腾讯极光投影仪呢是支持插线使用，然后也可以充满电以后，是吧？如果咱们去露营去户外搭个帐篷弄个幕布，在户外的话也是可以使用。它有一个内置4000毫安的电池嘛，这个充满电应该也能看很长时间。接下来咱们就重点看一下这个投影仪的主体，后边是一些参数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底部是有一个圆孔，这个可以连接三脚架或是吊装，就有的小伙伴家里面需要吊到房顶上也是可以的，就是无论是正着头还是反着头它都是可以。看一下这个塑工细节，后边的话是有这个接口可以充电，然后连接 U 盘，这个是复位的一个按键，包括这个 HDMI 这个高清口，咱们可以连接笔记本电脑啊，或者是游戏主机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都可以。还有一个音频的输出口，就是可以连接咱们的耳机或者是其他的音箱。然后这边是开机键，正面的话是有一个自动对焦的传感器，然后还有镜头，这个镜头是滑盖的啊，滑盖式的，咱们不看的话可以盖住，这样防止落一些灰尘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就是盖住，然后打开以后它就可以投影了。咱们长按开机，现在咱们没有插线啊，没有插电源线，它里面内置着4000毫安的电池，就是不插线的情况下充满电也是可以使用的。这个亮度是非常可以啊，现在咱们拍视频是大白天，中午大家看一下这个阳光，就白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非常可以啊，证明这个亮度还是非常亮的。而且整个投影仪运行起来这个声音是非常小的，噪音很小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。好，现在是进入这个主界面了，
投影仪的话是支持四动的梯形校正，然后四动的对焦。手撕开机啊，包括咱们移动以后它都会自动对焦。这个遥控器咱们也还没有装上电池，等到晚上吧，晚上给大家实拍视频，看一下这个腾讯极光投影仪的这个效果。然后这个盖子呢，盖住以后它会自动的变成一个音箱，大家可以听到那个提示音啊，就是进入音箱模式。然后开盖的话，它会自动的开启投影，大家能听到吗？就是非常智能啊，也是比较好玩，重点的是非常小巧。无论是咱们在家里面使用，或者是在户外露营、外出游玩的话，也可以带着，是吧？随时随地的看个电影。好，现在已经晚上了，咱们实拍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腾讯极光投影仪这个实际效果啊。目前这个投影的这个尺寸差不多有100寸，然后咱们是实拍视频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。目前可以确定，就是演示的这个画面呢，就是腾讯极光投影仪投出来这个画面。咱们李小璐捡肉实拍视频呢，就是所见即所得，从来不弄虚作假，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首先是这个对焦设置，它这个是电动对焦，然后也是支持自动对焦的，每次开机它会自动的对焦，或者是咱们移动这个投影仪以后它也会自动的对焦。包括这个梯形校正也全部都是电动的，也是支持自动的梯形校正，只要咱们的这个腾讯极光投影仪移动过地方，它会自动的检测，自动的校正。还有这个投影模式，可以这个正装正投，或者是吊装正投反投，就这个模式是非常多的，无论是咱们直接放上去或者吊到房顶上都可以使用。还有这个亮度调节、画面尺寸，这个都是可以设置的。咱们目前这个尺寸的话大概是有100寸左右，然后也是支持 3D 模式的，看左右 3D 上下 3D。 还有这个图像设置，反应速度是非常流畅，然后这个系统是很好，而且像这种品牌的投影仪呢，一般使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用的。它是支持这个语音助手，咱们这个遥控器呢就是一个蓝牙遥控器，可以语音识别。还有这个管家，现在演示的全部都是内置的一些东西啊，就是大家收到以后就直接可以用了，不是咱们又需要破解或者干啥，就是收到以后到手即用，所见即所得嘛。然后管家里面也有很多这个软件可以下载，懂得自然懂啊，咱们就不过多说了，需要什么 APP 直接下载就可以。再看一下这个工具箱，工具箱里面就可以检测这个设备信息，评分的话大概有12000分，然后设备名字的话是 T1， 包括这个系统版本、显卡、内存的话是 2G， 然后存储的话是 16G， 2+16的这个配置，这个是真实的这个配置啊。一般有些这个低端的投影仪呢它会虚标，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真实了。还有这个 HDMI，可以连接咱们的机顶盒或者是游戏主机、电脑，都可以通过有线连接，当然也支持无线投屏。你看苹果、安卓，然后第三方软件包括 Windows， 还有苹果的这个系统 Mac， 苹果的电脑都是可以支持的，功能还是非常全面。目前咱们就是拆封就是这些功能啊，没有下载什么第三方的东西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系统的设置，这个投影仪运行起来声音非常非常小，很静音，基本上是听不到声音的，而且这个亮度也是够用。查一下官方资料，这个用的是德国欧司朗的 LED 灯泡，寿命可以达到30000个小时，这个亮度不衰减，大概10年左右。然后欧司朗的话，它是专门做汽车大灯的这个灯泡，大家或多或少可能听说过啊，反正是比较高端的。这个系统设置大家就大概看一下，这个投影仪其实咱们拍视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啊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然后反应速度大家看一下，当然我这个网速呢不是特别快，网速慢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啊，跟咱们之前收的一些低端的像300-400的那种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系统很流畅，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它这个后台包括资源问题，因为这个是腾讯嘛，腾讯极光投影仪，
腾讯大家都知道啊，不可能是倒闭，所以说它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。看这个是老人专区，有些戏曲包括广场舞，这个都可以看。然后还有少儿专区，当然里面是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，需要开通会员，这个跟咱们的投影仪没有一毛钱关系啊。之前我也说过这个事儿，就是有一些人家版权是吧，需要开会员的东西，那肯定是需要你去开通一下。当然如果说不舍得开会员，那可以看一些免费的东西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它这个投影仪本身有这个随便看的功能，这里面就是打开就能看，也没有广告也没有会员，就连演啥咱就看啥，就跟看电视一样。咱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个喜羊羊，这个问题咱们也不过多说了啊，懂得自然懂。你不可能说买个投影仪是吧，你里面所有的会员啊包括一些电影都随便看，它毕竟有版权嘛，这个道理我感觉大家应该都懂，但是有些人就是故意装糊涂。看这里面就随便看各种各样的节目，这个是儿歌，包括一些体育啊还有动画片喜剧，这个松和体育，这个可不是咱们下载第三方的啊，本身这个投影仪自带的就有这个功能，大家收到以后可以在那个频道里面有一个随便看，打开以后就能看这些东西，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咱们反而是实拍视频，大家所见即所得，我也不说一些什么专业参数了，也不说什么多少流明啊那个亮度什么的，实际上那个东西啊都有猫腻，都可以虚标，有的人说600，有的人说800，这个都随便说是吧，没有什么意义，重点的还是看这个观感。有的就是标的那个参数不高，但是你实际上使用起来就是这个亮度啊包括清晰度就是非常高，非常好用。大家看一下咱们实拍视频演示的这个实际效果，这里面这个资源还是非常多的啊。重点的是它也没有广告，想看啥就看啥，只不过有一点它是没办法快进，就是类似于电视，人家演什么呢咱们就看什么，不适合不知道看啥，不知道想看什么随便看看的那种小伙伴使用。然后吃饭呢或者是躺在床上没什么事儿，就打开这个随便选个节目就看呗，是吧？其他平台我也查了，就这个腾讯极光投影仪呢一般都要1000多，然后某东呢官方是1699，而且是有20000+的评价，好评率都在98%以上，所以说我感觉这个肯定是非常捡漏的啊，咱们是差不多一个零头，那个一都不要了，就是600多收过来的。我不知道实拍视频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个效果啊，反正咱们收到实物以后肯定会非常惊喜，就是我实际测试实际看的话，这个秒杀市面上1000元以上的是没有任何问题，比市面上400-500-600的那种投影仪好太多了，大家信我的准没错。尽管咱们呢是600多收过来的，但是它这个是跨级存在。咱们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投屏的这个尺寸是非常大的，而且这个亮度包括清晰度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毕竟现在官方一览赛售1699呢，而且这个好评评价20000+呢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大家闭眼录也捡漏，只要是有需要的情况下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，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捡漏，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